建议，我们来接下一通高雄的邱小姐。啊，飞文，大家好哈。马英九总统，你真的累了，最近你出来做算定出错啦。我是建议讲吼，你辞掉党主席，好好啊为这个国家加做一寡代志。你无能力就莫当哈当。阮选予你做总统，你这一年外来，你替阮做了啥物坏？吼，包括一个陈聪明，你都无伊个办法啦。请问嘛，你还阁有啥物办法？吼，会当换国民党啦？加放一寡心，予老百姓，拜托拜托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